很多人问我最近在干嘛，在开飞机咯。有很多人怀疑我跟阿汤哥那张照片是十几年前的照片，我现在告诉你，那是最近拍，今天我就拍给你看。我没化妆，我是真实的本人，而且也不用美肌，因为我对我自己非常有自信，我也不是靠脸蛋吃饭的。很多人问我最近在干嘛，在开飞机咯。有很多人怀疑我跟阿汤哥那张照片是十几年前的照片，我现在告诉你，那是最近拍的，今天我就拍给你看。我没化妆，我是真实的本人，而且也不用美肌，因为我对我自己非常有自信，我也不是靠脸蛋吃饭的。很多人呢用假账号困扰我很久了，所以我觉得今天有一样重要的事情要跟大家宣布，就是我有蓝勾勾了啊，就是我有蓝勾勾了，这蓝勾勾就是真正的我。避免困扰以后，大家不要再问这是真的苦瓜还是假的苦瓜，请认证蓝勾勾，同时也给我按赞、分享、加按铃小叮当，开启小铃铛啊，开启小铃铛。可是我不是脸书哎，光哥你还没开频道哦，那就不用了，那你就按赞追踪我，感谢您。谢谢你。很多人问我最近在干嘛，在开飞机咯。有很多人怀疑我跟阿汤哥那张照片是十几年前的照片，我现在告诉你，那是最近拍的，今天我就拍给你看。我没化妆，我是真实的本人，而且也不用美肌，因为我对我自己非常有自信，我也不是靠脸蛋吃饭的。很多人呢用假账号困扰我很久，所以我觉得今天有一样重要的事情要跟大家宣布，就是我有蓝勾勾了啊，就是我有蓝勾勾了，这个蓝勾勾就是真正的我。避免困扰以后，大家不要再问这是真的苦瓜还是假的苦瓜，请认证蓝勾勾，同时也给我按赞、分享、加按铃小叮当，开启小铃铛啊，开启小铃铛。他出来看到我就开始哭了啊，我说你成绩不好怎么办？那我来教你数学好了。而且那一次是我是上心算课的功课，然后我已经写到第九题了，然后他回来就说这都不对啊，擦擦擦，全部擦掉哦，全部擦掉之后隔天十题没有一题对。所以我说我以后不要叫我教你什么，越教越糟糕了。其实我年轻跟他一模一样，就是那爸爸瘦的时候我就跟他一模一样。也对啦，这样脸瘦怎么对，你将来就是看到你会长得像我，还是这么帅。我会放一首瓜哥的经典名曲，没大没小，你听过吗？有啊，啊，真的吗？很红啊。哦，没大没小的，没大没小，没大没小。啊，是的，谁的个性比较像爸爸？瓜哥可以指出你内心的答案。你说我要比他们两个嘛，对不对？不，你还要比？不是我比，还有人。等一下，因为我刚刚听那个题目说，那我比自己吗？一二三，这没有悬念呐、啊。心地善良，豪爽。热心助人，不，这顿不是在称赞自己，没有，我在称赞你。想要问到，你觉得外在地方特别像爸爸？你是不是很想得罪人？就我们俩比较像啊。他很像，我有一天在哪一个餐厅，专门就是在收集，比如说以前歌舞餐厅秀、餐厅秀的那种海报。那一说他超瘦，跟安安超像。其实我年轻跟他一模一样。就是那爸爸瘦的时候，我就跟他。哎，也对啦，这样脸瘦怎么对？你将来就是看到你会长得像我，还是这么帅。小时候你们做过什么事让我最崩溃？一二三，哪种？啊，手指断掉，对。对。小珍是我教她数学会崩溃。哦，对，是我崩溃吧？我说你写什么？我说是，我说要留学，结果回到家还发现我在客厅啊。他每次那个学校写周记要爸爸签名嘛，那个小珍，他出来看到我就开始哭了
啊，我说你成绩不好怎么办？那我来教你数学好了。而且那一次是我是上心算课的功课，然后我已经写到第九题了，然后他回来就说这都不对啊，擦擦擦，全部擦掉哦，全部擦掉之后隔天十题没有一题对。所以我说我以后不要叫我教你什么，越教越糟糕了。他是很还小的时候，因为姐姐的化妆箱里面有个玻璃柜很重。他会 在窗口看爸爸回来没？等到我上去的时候，他手指已经断了流血，就断这一根，对不对？大拇指、啊，大拇指啊，好大，大拇指一定大拇指啊，因为那玻璃柜这样下来，刚好一个坎在里面，他就切进去，把手指切断。据妈妈说，你当时是弄下来的时候，你没有哭，你还很冷静的说：“妈妈，你可以进来一下吗？”都是血，都要进去吓死，吓死，所以去医院就缝好，重现一个人妖之夜。一定要选出一位最像的。飞爷说：“还是我们就是一起拍一张照，然后我们一起 add Ella 的妈妈。”我说：“真的不要这样。”当下大家在肉搜他的时候，我已经觉得很紧张，我就在想说我要删掉，因为我就不想要闹上新闻。结果，然后我想说完蛋完蛋完蛋，就果然就打来问啦。然后但天老师。有传了一封简讯给我，这样，那我说根本没什么，我也没那么在意这件事情，那就是长辈嘛，对啊，所以我也没有特别去看或是什么的。然后我后来回去再看的时候，想说天哪，怎么已经这么多人肉搜他，然后这么多人在抨击他，然后我就觉得真的不用搞成这样，我没有，完全没有，对啊，就是。因为其实蛮多人就讲那一张，好像跟怎么就是也不只有他一个人讲像人妖，但是就想说怎么他被肉搜也太衰了吧。那今天刚好主角们也来了，所以我们今天会重现一个人妖之夜。就思嘉也会来啊，然后飞爷说还是我们就是一起拍一张照，然后我们一起 add Ella 的妈妈。我说真的不要这样，不会，因为人妖很漂亮哎。对啊，我没有，我真的没有去 care， 或是应该是说我是一个很不负责任的这个艺人，因为我 po 上东西之后，我就很少再看底下大家在留什么。对啊，所以我也没真的没那么在意。对啊，我们今天一定要交给网友评断，一定要选出一位最像的。当然是我啊，底下有人投我哎。我认真讲一下，就是那张图片，其实我们四个拍完，我们四个都有吓到，因为那是一个男生帮我们拍的。那你知道男生拍照取的角度都会比较迷之角度，所以我们没有拉腿长哦，可是拍起来就是很奇怪的比例。我们有那么笨把自己拉成那样吗？没有嘛。对，底下还有网友说，哎，左二是谁？我，你看我化妆多会化，我今天看得出来是我吧？我们等一下会经典 pose 重现，麻烦你们帮我把那一张好好的拍一下，这样对。